今天啊，外面气温-10度，咱试一下咱的油味哈。昨天还骑了，看能不能打着火。只要天天骑就没问题。我现在这个机油啊，10W-40的，加了95号的汽油。有朋友说，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打火的时候不好打火，其实这种情况我们也碰到过。你可以是给我的感觉哈，你可以这个脚启动啊和这个手把启动，手电启动啊稍微配合着点。你比如说你先脚蹬上这么2下，脚启动不好起来，你看，哦，2下能起来了。如果是经常短途行驶的话，记住放下边的冷凝水口。有朋友说下面这个口每次都需要拔掉螺帽，反反复复太麻烦，那我干脆直接把螺帽拔掉也不装上可以吗？我觉得这样不行，你不装上的话，那些脏东西啊也都会随着进去，后果大家自己想一下吧。冻住了，你看啊，现在冻住了吗？哎呀，油啊，都弄了一手，就是油水分离器，那里边不会冻住啊？你看弄了一手油，没有，这里边，你看这里边也凝固了，是油。油就是凝固了。哎，对，都是油，是现在这里全是油，你看这颜色都是油，但是现在没有水。它冻住了，它当然没有水。啊，分离不了了就。嗯。